赫伯特没来吧，蓝宝。想要怎么开着吧？站稳了。三级反对面打野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哎，上单诺手可以红开啊！走吧走吧，全军血怒几刀来着？六刀。你们猜他会 A 几刀？我这么有礼貌，他应该会帮我打个雪诺的。来，雪诺来一个。你们猜他几刀？三刀，四，五，可以说雪诺就雪诺。寒武纪诺手，老诺手了。直接去反对面打野，这一套给他秒了，刷个四狼。警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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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了没？熟透了。一套红纹必死，没有人能挡得住啊。他下半区没野了，看他来不来。啥路线？他还有个石头人没打。他打石头人吃下河蟹去了，给下路拼一下。第一波回家有个反抗鞋，无敌。你说谁是小个子？他可能进我们野区了。下路别过来，下路过来给他吓到了。站稳了。哎，他没偷。对呀，他没偷，他去哪了？他不下了，他去中了。小伙呢？关于差加红温。可以双杀的不？两岁鞋跑不了的。四狗没闪也跑不了，双鱼杀死。我们正在前进。
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。遇见过你要仰望的约德尔人吗？好，我来了。你说谁是小个子？站稳喽！感觉兰博达尔这英雄在中低分段无敌，但是没什么人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中低分段的人的游戏理解跟操作不够强，他不知道怎么打兰博这英雄。分段高一点就知道怎么打他这英雄。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。我感觉这英雄打撞一下的局都是随便乱杀的。你只要会控温就可以了，可能控温比较难吧，但是对于我这种，哎，打他水。第二轮了吗？这兰博达友就没见过几个人玩，但是确实很强的，他裸装一套能秒人。国服这环境又喜欢打架，很好用其实。遇见过你要仰望的约德尔人吗？泰拳警告！安德尔终于展雄风的时候到了。你是真敢了！可惜这黑曜收割不是秒刷，秒刷的应该双杀了。好，我来了。不要怂，就是干。这黑曜收割有冷却的，第一时间没刷出来。
走到哪杀到哪。我们正在前进。会控魂的话可以往下蓝宝，这东西挺耐皮的，真的。很多人不了解这英雄的爆发有多高啊，他会无脑跟你打。当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不对劲了，他只要死了一次你就可以无限杀他。遇见过你要仰望的约德尔人吗？打超声还方便，还不掉血，因为是 AOE 直接给这重考完了。有些英雄 AOE 低一点，打虫还是比较伤的。这最后一个别打，最后一个打有提醒，他会反应过来。先把他宰了，再去吃最后一个。海贝时间快到了呀！赶紧推了。可以，这动手的意思是他去游走，我们帮他杀纳尔，可以 ，OK 的，我懂你意思。他想玩一下角色扮演，他扮演打野，我们扮演上单 ，cosplay 一下。我们正在前进。赶紧上吧，等他变大不好杀了。好像变大回血。走了吗？又超虫。双重魂开得很快啊，这是给他杀飞知道就可以了。
说谁是小个子？火能闪这么快？站稳了，鼓励一下诺手，让他不要放弃啊！宝贝儿，不要辜负我。有时候能看到，有时候他看不到，所以挺奇怪的。我不懂这里面的机制原理是怎么样。我大部分时候都看不到，小部分时候他就能看得到。怎么感觉突然打的伤害变低了呢？这么大的优势装备提升，感觉没想象中的大。我不是说杀狮子狗这波，前面杀火男也没给他瞬秒。杀塞拉斯也一样。好，我来了。这狮子狗双 W 倒是挺正常的。
40穿透应该够了，打后排刚好40点是够的，就怕对面堆魔抗，不堆魔抗的话感觉可以先来个金身，开始买魔抗了，还是要法盾棒了。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。这蛇狗挺聪明的，第一时间没跳。他第一时间跳的话，先把他杀了。这退村的回血好像没吃上，刚才。找回这一口，应该能再杀一个。有没有种可能？出完金身你们又会说应该出法穿棒子，伤害就差这么一点。我的建议是解锁7号背包，你说谁是小个子，出门自带2万启动资金，直接7神装。老是建立在已有的装备的情况下说换装备，这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。每次法盾棒刚才伤害起码会少个三分之一，最少。这版本就是这样的，这设计师故意这么改，他
不能让你什么东西都想要啊，你想要伤害你就没有容错率跟冷却，如果你想要高爆发秒人稳定秒人的话，你想要持续伤害的话，你高爆发又差那么点意思，你想要生存能力你别的方面又不太行，你只能在两到三样里面选一样，就不会像神话版本里面你都可以兼顾得了，就是怀念神话版本的一天。以前生存能力输出加冷却全都有，先打完这过来。你要高冷却吗？就没高爆发，你要高爆发就没有高冷却，甚至连冷却都没有啊。